学，大家好，我是陈树丹老师。今天要为同学介绍的是第三讲次财务报表概述与观念架构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讲次的单元目标。本讲次的单元目标呢，包含以下的四点。第一个呢，我们要让同学了解财务报表要素的认列与衡量。第二个呢，是要让同学了解财务报表编制的通则以及财务报表的辨识。第三个呢，是要了解完整财务报表与主要报表之间的关系。那么第四项呢，是要了解会计原则竞合时的适用顺序。那么在这个讲次当中呢，我们主要是跟同学介绍财务报表要素的认列跟衡量。那么在要素认列的衡量的各项原则的介绍之外呢，还要依据不同企业组织啊跟衡量会计资讯有关的规定，来介绍公开发行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以及独资合伙组织所通用会计原则它竞合时候的适用程式。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次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财务报表要素的认列。那么什么是认列呢？认列也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把这个财务报表的数，这个要素呢，把它放到财务报表里面去。所以呢，我们说，所以认列的定义呢，是说符合要素定义，而且满足认列条件的项目，以文字以及货币叙述该项目，那么将它列入资产负债表或综合损益表的程序。因此呢，我们说认列是说到底这个项目要不要列入资产负债表或综合损益表。因此认列有两项条件是要符合的。那么第一个条件呢，是该项目相关的未来经济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或是流出个体。第二个要素呢，就是该项目具有能够可靠衡量的成本或价值。因此呢，我们说要列入资产负债表或综合损益表的项目呢，必须要符合两项认列的条件，也就是它是不是具有未来的经济效益，或是呢它的金额能不能可靠衡量，这两个要素来作为决定认列的一个基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上一个讲次当中，我们有提到财务报表要素有所谓的资产负债，有所谓的收益跟费损，那么分别该怎么认列，也就是要不要承认在我们的报表里面呢？那么资产的认列它有两个要件，刚刚就是套用我们刚刚所讲的认列的两个条件，也就是说当这个资产它未来的经济效益很有可能流入这个个体，或是呢该项资产的成本或是价值能够可靠衡量的时候，那么应该认列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因此我们说资产的这个认列呢，它就是符合刚刚所提到的有没有很有可能这个流入企业个体有经济资源的一个效益，或是呢它的金额能不能可靠衡量，这两个要件要同时符合。那么至于负债的认列呢，也是一样哦，也就是说当含有经济效益的资源很有可能因为清偿现实义务而流出，而且能够可靠衡量该发生的清偿金额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这个两个条件同时符合，就应该认列在资产负债表当中的一个负债。好，那么一样我们再把这两个公式套用到我们的收益的认列。收益的认列呢，也就是说当资产的增加或是负债的减少相关的未来经济效益增加已经发生业已发生了哈，而且这个金额能够可靠衡量的时候，应该认列于综合损益表当中。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业已发生，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收益是已经发生的，如果是尚未发生的一个收益，当然也不符合认列的一个要件。那么再来就是费损，费损就是费用损失的意思啊，就是说当资产的减少或是负债的增加有关的未来经济效益会减少业已发生
那么而且金额能够可靠衡量的时候，应该把它认列于综合损益表当中。那么一样，这样的一个废损也是必须业已发生，就是已经发生的一个费用跟损失。那么以上是属于我们说财务报表的四大要素它的认列。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除了认列，是说到底要不要放到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或综合损益表的一个决定之外呢？如果决定符合那两个条件可以认列了，那我们大概要用多少的金额来衡量呢？所以衡量呢是决定财务报表要素认列并且列示在资产负债表以及综合损益表的货币金额的程序，它所涉及特定衡量基础的选择大概有以下的这四点。所以我们说这个衡量的基础可能是所谓的历史成本，也可能是所谓的现实成本，或是变现价值，或是所谓的现值。那么以下呢，我就分别来为同学解说一下这个四项认列的成本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么衡量呢，第一个我们说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历史成本。那么历史成本呢，也就是说这个资产跟负债它首次认列的时候，依照当时的交易价格所衡量的，也就是过去发生的实际成本。举例来说，譬如说这个不动产厂房设备在第一次买进来时候的这个购入成本，我们就说它是它的一个历史成本。那么历史成本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很公正很客观，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价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现实成本。那么现实成本呢，也就是说我想要取得相同或是类似的资产，现在所应支付的现金或是约当现金，就是我要付多少，支付多少的一个成本出去，这就是所谓的现实成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变现价值。那么变现价值呢，就是说我如果现在要出售已经拥有的资产所能够获得的现金或是约当现金，是属于产出价值或是退出价值。产出价值或退出价值意思是说，我现在把现有的资产把它变现把它卖掉，能够得到多少的现金，这就是所谓的变现价值。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现值。那么现值呢，也就是说现有资产它继续使用的一个价值，那么是使用价值或是经营的价值。例如说某项资产它预期未来产生的净现金流入，或是某项负债正在营业状况中使用的日后清偿必须要支付现金的折现值。因此我们说这个现值它是有考虑到这个现金折现的一个风险跟概念在里面的。那我们综合一下，就是说财务报表要素的衡量有这四个方法。那么这四个方法，现实成本跟变现价值跟现值这三项呢，都是属于现值的观念。那么只是说现实的成本是指向外取得这个资产所支付的代价，那么变现价值则是出售既有资产能够得到的现金价值。那么折现值呢，也是说这个既有的资产现在的价值，只是说透过估计该资产的未来效益再折现而得的估计值。所以呢，现值的不同于变现价值的是说，现值它考虑到了未来的效益跟风险。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知道财务报表的要素除了认列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衡量。那我们要让同学知道的是说，什么样的要素可以列入资产负债表跟综合损益表，那该以多少金额来衡量呢？那这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同学介绍很重要的认列跟衡量的概念。那么接下来有关于财务报表编制的通则以及各个报表间的相互间的关系，我们就交由谭慧馨谭老师来为同学介绍。好的，谢谢陈主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关财务报表编制的一些通则来为同学做说明。那么首先，我们行政院金管会为了要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它的资讯的透明度、国际的竞争力，还有募资资本的成本的降低，所以呢，在2009年5月14号的时候就宣布，
我国公开发行公司要直接采行国际会计准则。那么基本上我们的实施呢是分为两阶段。那么第一阶段的话呢，基本上我们适用的对象是上市上柜公司、新柜公司以及金管会主管的金融业，但是金融业里面的信用合作社、信用卡公司、保险经纪人还有代理人暂时不在第一阶段的实施对象，因为他们是放在第二阶段的。那么第一阶段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是从2013年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根据国际会计财务报表编制准则来作为财务报表编制的依据。那么至于第二阶段的呢，它是从2015年的时候开始实施。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2013年可以说是我国的国际会计元年，那么也就是我们的主管机关唯一认可的一般的公认会计原则，也就是国际会计财务报表准则，也就是所谓的 IFRS。 好，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了解的，我们财务报表我们所编制的时候所依据的会计原则。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来看，我们讲事实上企业它必须要定期的去对外公布财务报表，但是它也可能会在同时会提供一些财务报表以外的其他的资讯。我们讲例如提供一些会影响财务绩效的因素的分析、经营环境的变动、还有企业经营策略等等，这些管理阶层的讨论还有分析，或者是环境分析报告等等。那么这些财务报表以外的额外的报告或者是报表，那么基本上它不是在 IFRS 的规范范围。所以当我们的报表使用者在拿到公司所公布的完整的财务报表以及其他的一些资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区分哪一些是依据 IFRS 的规范来做编制的，而哪一些呢它则不属于 IFRS 的一个规范的范围。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区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因为我们的企业它会提供财务报表，那么以及可能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一些资讯，那么我们对这个各财务报表，我们企业呢应该要附注而且要明确的列示下面的这些资讯，而且要用比较显著的方式来做列示。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有企业的名称，还有我们这个报表它所包含的报道的期间。那么再来第二点呢，我们就要看这家公司如果它没有子公司的话，那么它所编制的财务报表就是个别企业的财务报表。但是如果它有子公司的话，那我们的 IFRS 呢基本上是把子公司跟母公司视为是一个经济个体，所以呢要编制合并的财务报表。那么至于除了合并财务报表以外，基本上我们还会要求另外编制仅仅表达母公司的财务近况啊、财务状况以及财务绩效的，那么这个叫做个体的财务报表。那么我们的报表呢，基本上我们是用货币来做表达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去标示出来我们使用的币别是新台币呢还是美元呢还是日元呢。那么至于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去揭示出来我们报表里面的金额它的单位，也就是你的单位是以元为单位呢还是百万呢还是千万呢、哦、那我们讲这些的资讯的揭示，其实主要就是要让包含在财务报表里面的这些资讯它呢可以能够被了解。好，那么这是有关我们财务报表编制的准则，还有它的一个辨识，还有我们所要做的一些讯息上面的一些揭示。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那么企业到底它提供的完整的财务报表到底包括有哪一些内容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就是有四张主要的财务报表，我们说包括基本上都是两个期间的资产负债表、综合损益表、权益变动表，还有现金流量表以及附注。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资产负债表。好，那我们说在这个报道期间所发生的交易基本上它都会影响到我们期初的
资产、负债、权益的金额的变动，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它得出来期末的金额。那我们就依据这个期末的金额呢，我们来做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那么下一张表我们说是综合损益表。那么综合损益表呢，大概包含第一个就是表达企业的营业的一个结果的本期损益。那么再来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其他的综合损益。那我们把两个汇整起来得出来就叫做综合损益的总额。那么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在我们这个企业的这个份报表的报表表达期间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企业其中有某一个组成的部分一个单位，我们决定要停止营业了，那么针对这个单位的损益，我们要把它跟没有停止营业的地方要加以区开区隔，我们要分开来列示。因为停业单位损的部分，当它一旦停止营业以后，它的收益跟费损就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它也不会再影响到我们企业的损益数字。但是对于没有停止营业还继续营业的单位呢，它日后它的收益跟费损会继续的发生，所以它会继续影响到我们企业的损益数字。因此我们在本期损益的部分，如果有发生会要停止营业的单位，我们要把它分开列示。那么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报表有可比性，那么另外还就是为了要能够帮助报表的使用者，他对我们企业未来的获利状况或者是现金流量的一些评估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更有用的资讯。好，这是我们的综合损益表。那么再来我们的权益变动表。那么综合损益表所算出来的损益数字基本上最后是归由我们的业主，所以会造成权益的变动。那么其他综合损益呢，我们会把累积的放到我们的权益变动表里面的其他权益的项下。那么至于业主跟我们企业之间的往来，也就是例如他做的增资减资，那么它会造成我们的股本或者是资本公积的变化。那同样的，我们企业把盈余分配给我们的业主，例如说像现金股利的发放，那么它也会造成我们权益的变动。所以我们把这些变动的这些事项我们汇整在权益变动表，我们就可以得出权益变动表它这里面组成项目的期末的余额。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四张主要的财务报表，也就是现金流量表。那么我们在这张表我们就去看一下企业它的一个现金的数字的一个变化。那么首先第一个，企业的它的营业的交易也就是活动会造成我们现金的改变。那么至于我们企业在做投资方面的活动，它也会造成我们的现金的流入流出的流量的改变。那么至于我们要筹措资金的时候，不管是用举债的方式或是我们透过业主增资的方式，它也都会造成现金的改变。所以我们根据营业的影响、投资的影响还有筹资的影响，我们把它汇整，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整个现金流量表它的一个变动，以及受到这些活动的数字的影响最后的结果 的一个数字的呈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就想，那么这几张主要的报表它们之间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关系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图表来为同学做他们主要财务报表之间他们的一个关系的说明。首先第一个，我们讲我们会编综合损益表，基本上就是把企业它在整个的营业的交易所产生的收益跟费损，我们呢会把它汇集在我的综合损益表，那我可以得出我的本期损益的数字。那我们刚刚有提过，我的单位有可能是停止营业，也有可能呢我还会继续营业，所以我就分成两个部分。那么另外下面的一个部分就是其他综合损益。那么我们讲过损益数字最后它是归于权益变动表，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盈余的数字。那么其他综合损益呢，我也会放在权益变动表的其他损益的项目里面。那么这个是综合损益表，所以我们透过综合损益表我们可以了解到
它所产生的损益的数字跟权益变动表它是会有连结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提过，我想要看现金变化的状况，那么基本上的话呢，当然第一个营业活动会造成，那么这个营业活动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可以透过综合损益表把它的结果我们可以放过来，但是因为我们综合损益表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所产生的收益跟费损，不管有现金是现金的交易或者非现金的交易，这个数字我全部都是认列，但是在现金流量表呢，非现金的部分我不要，因为我只要看它影响我的现金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数字放过来，但是因为这个数字里面呢包含了有非现金在里面，那这个数字是我不要的，那我怎么办呢？好，因为我们的营业它事实上非现金的交易的部分，它影响到的是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跟它的流动负债的部分，因此我们把我们的流动资产跟我们的流动负债的金额，我们把它一并送到现金流量表这里，我们把损益表送来的数字，这里面有非现金的部分，我们把资产的流动资产跟流动的负债放到这边来跟它去做整理，我就可以把这个数字里面非现金的部分我就排除了，所以这里面剩下的就是纯粹对现金的一个影响的数字。那么接着第二个阶段，我们投资活动，投资活动大概会造成资产负债表里面它的非流动资产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讲例如像不动产厂房设备这一些的，那么呢它会造成我们现金的流入或者是流出，所以它们之间彼此是互有关联的。那么接着筹资活动呢，我们说我可以透过用举借债务的方式，我也透过用增加资本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权益的部分跟筹资有关，那么我们资产负债表非流动负债的部分，它是我们主要举借债务筹措来的资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现金流量表基本上它的数字其实会跟综合损益表会有串联，跟资产负债表也会有串联，所以呢我们这个报表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它们之间是互相串联互相影响的。那么我们再看到我们的权益变动表，如果我是用筹募资金的方式，我的权益变动表里面的股本或是资本公积就会有所改变，那么我们把权益变动表会造成它变化的因素我们去做了一个加减以后，我可以得出每一个组成项目的期末的余额，而这个期末的余额事实上就是我们资产负债表里面我们这个权益里面完整的它的一个经过的流程的一个叙述，而最后的数字我们也是会汇总到资产负债表里面权益这个栏位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事实上它还是各有它的一个功效，因为我们想要知道企业的经营的绩效，也就是你赚钱了还是赔钱了，所以我把营业交易产生的收益汇损我汇总在这张表，我就可以得出我的经营绩效的一个概况，我想要知道我的现金的最后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这三个活动就可以去表达出现金的一个变化的情形，那么透过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我可以知道我的财务状况的情形，那么权益变动表它可以去说明整个权益的一个变化。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主要的财务报表之间的关系。那么接着当我们的会计原则在竞合的时候有发生适用的顺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决定呢？好，那这个部分我们请陈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做介绍。好的，谢谢谭老师。那么我们说商业的一个特性还有它的规模不同，有所谓的公开发行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有所谓的独资跟合伙企业，那么会计原则或是所谓的相关的法令可能有所谓的宪法、证交法、商业会计法、商会处理准则、以及会计原则，那么这么多的不同经营形态以及不同的法令要适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适用呢？它的优先顺序我为同学来介绍一下。那么第一个同学要认知的就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那么所谓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呢，也就是说中央法规标准法第十六条有规定就是法规对其他法规所适用的同一个事项为特别的规定者要优先适用之。那么
譬如说我们这边的证券交易法第一条有规定，为了发展国民的经济并保障投资，特订定本法。那么公司法里面呢，也有规范到说，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公司组织登记成立的社团法人。那么这两者都是商业会计法的特别法，而其中的证券交易法又是公司法的特别法，所以呢，三者的适用顺序应该是证券交易法优先适用，接下来是适用公司法，再来才是商业会计法。那么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命令不得抵触法律原则。那么命令不得抵触法律原则，也就是位阶高的法令要优先适用。那么底下可能因为就是法律公布了之后啊，所谓的法律就是由总统明令公布，由立法院三读通过，总统明令公布的才叫法律。那么宪法它172条有规定，也就是命令违反宪法或是法律规定者就无效。因此呢，基于这样的一个规定，证券交易法它所授权制定的各个准则，如果说证券交易法抵触的时候，或是跟商业会计法，商业会计处理准则跟商业会计法抵触的时候，当然也是无效的。那么因此商业会计法是经立法院三读通过的，那么总统明令公布的法律，而证券发行人财务报告准则则是委任立法的行政命令。两相比较之下呢，商业会计事务的处理以及财务报表的编制依照商业会计法的规定。那么如果商业会计法跟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它又该是怎么样的处理呢？也就是说商业在选择它适用会计原则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依据刚刚的一个原则，也就是商业会计法，然后再来是商业会计处理准则，然后才是一般公认会计原则。那么再来呢，我们针对商业的定义也为同学解说一下哈。那么商业呢，可能包含有所谓的公司、合伙、独资等等。那么又根据这个公司是否向大众募集资金，可以分为公开发行公司跟非公开发行公司。那么公开发行公司呢，它是受证券交易法的规范，好，依据证券交易法14条的规定，公开发行公司它的财务的内容、适用范围、作业程序、编制的其他遵循事项呢，是要按照我们说由主管机关来订定的，不适用商业会计法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说，那如果是公开发行公司，它就必须依照民国103年8月13号所订定的证券发行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的规定啊。然后呢，如果说这边的法令没有规定的话，才是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处理。那么所称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呢，是指说一般就是由财务会计准则基金会它所认可的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国际会计准则解释跟相关的公告。好，那么我很快的为同学介绍一下，就是公开发行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跟独资合伙他们在竞合时候的一个适用顺序啊。那么针对公开发行公司，它所优先适用的一定是证券交易法、公司法、商会法等等啊。那么还有所谓的证券发行财务报告编制准则、商业会计处理准则、国际财务报道准则等等。那么如果是非公开发行公司的话，它优先适用的一定是公司法，然后再依序是商会法、商会处理准则。那么如果是独资合伙的话呢，它优先适用的就是商业会计法。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课本当中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这一部分就留给同学回去自己准备。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